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2023年头11个月，外国人在泰国投资982亿泰铢。泰国旅游局采取多方措施，吸引沙特阿拉伯游客前来泰国旅游。AOT 泰国机场管理公司预估新年期间旅客流量达到260万人次。日本的评估公司维持泰信誉评级 A4， 前景稳定。农业及合作社部长下达三项政策推进橡胶局的工作。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头11个月，外国人在泰国投资982亿泰铢。商业部国际贸易发展厅长欧拉蒙女士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头11个月共批准了612名外国人前来泰国投资经商，其中通过外国人经商许可证申请投资209名，外国人经商营业执照申请403人，总投资额982亿9000万泰铢，雇佣泰国人6080多名。投资者最多前5个国家和地区依次是：一、日本129人，占了前11个月外国投资者人数的21%。累计投资额301亿600万铢，投资业务例如泰国湾特许勘探区内的石油钻井服务、汽车零部件制造、工程技术服务等。二、新加坡95人，占比16%，累计投资额222亿1900万泰铢，投资业务诸如人寿、意外伤害保险经纪、酒店业和电子货币服务等。三、美国95人，占比16%，累计投资额42亿3500万铢，投资业务例如各行各业使用软体权限许可服务、银行和金融服务的软体程序，如应用程序的设计开发以及安装、采购和代理销售电动车以及各类汽车等产品的经纪业务等。四、中国56人，占比9%，累计投资额158亿1800万铢，投资业务例如天然气管道和天然气控制站的施工、安装和测试、海上石油钻井维护、音像制品和网络设备制造等。五、香港26人，占比4%，累计投资额58亿1300万铢，投资业务例如电动车维修和保养服务、无缝钢管制造、通过线上平台预订机票服务等。过去外国人在泰国开展业务，特别是上述业务，有助于将投资国的专业技术转移给泰国人，例如石油钻探相关知识
捷运项目的电气和电子系统设计相关知识，路上天然气管道系统相关知识，发电厂维护工作的零件、工具和设备维护以及保养相关知识。泰国旅游局通过多项措施吸引沙特阿拉伯富翁前来泰国旅游。泰国旅游局携手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推出世界级促销活动，以两个王国同一种幸福，将红海和普吉海紧密联系起来。目标是2024年吸引超过30万沙特阿拉伯到泰国旅游，创造276亿7500万铢的收入。泰国旅游局长塔巴尼女士说，除了在线旅行社之外，航空公司对增加进入泰国外国游客数量也十分重要。近期国家旅游局与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高管双方就推广泰国旅游、扩大与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的全球宣传合作进行了讨论。此外，双方还将联合推动旅游业发展，包括了 B2B 和 B2C， 并增加与泰国新目的地利雅得普吉航线，利用各种传媒视频进行推广合作，举办两个王国同一种幸福的营销活动，将红海与普吉的海洋紧密联系起来，以吸引游客。泰国旅游局长塔巴尼女士说，国家旅游局准备在利雅达开设办事处，并邀请沙特阿拉伯企业参加泰国旅游展销活动，这将有助于推动沙特阿拉伯游客前来泰国旅游，并推出泰国游会员卡来吸引优质旅游群体。国家旅游局预计2024年，也就是明年，将有不少于30万沙特阿拉伯游客到泰国旅游，创造276亿7500万铢的收入，比2023年入境泰国的沙特阿拉伯游客17万8600多人收入171亿2000万铢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从总体上来看，2023年来自中东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为 14.55 天，人均旅游消费92200多铢，高于来自美洲及欧洲的游客。AOT 泰国机场管理公司预估，新年旅客流量会达到265万人次。交通部长苏里亚敦促 AOT 泰国机场管理公司六座机场做好迎接新年出游热潮准备，预计旅客吞吐量260万人次，即每天平均37万9800多人次，增长 35%。 苏纳彭机场最为拥挤，超过130万人次，也就是平均每天19万2千多人次，增长 38%， 将增设全自动值机以及行李提取系统，增加便利性。交通部长苏里亚表示，2024年新年期间将连续放多天假期，预计泰国机场管理公司 AOT 辖下的机场的旅客量超过265万人次，也就是每天约37万9800多人次，增长 35%， 以指示泰国机场管理公司在长假期期间做好支持服务，无论是在旅客提供便利还是安全方面，充分发挥创新技术潜力，加速解决旅客拥塞的问题，并将安全性以及相关部门整合起来，以配合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为因应假期增加的旅游客数量做好准备，创造旅游收入，使到服务使用者以及游客得到便捷的服务。农业及合作社部长下达政策，以推动橡胶局的工作。农业及合作社部长泰曼纳日前在泰国橡胶局办事处召开会议，下达推动橡胶局管理的政策。
农业及合作部常务次长巴云、橡胶局局长纳公以及相关人员出席。农部长塔姆纳表示，各方在会面磋商之后找到了推进工作的方针，这需要各部门同时参与整合工作，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工作，也就是一，平衡国内橡胶数量，以安排橡胶局以农业学术厅检查橡胶库存，保证数量一致，包括了检查已注册和还没有注册的橡胶种植园数量，以用于建立橡胶管理的大数据，确保稳定性。二，禁止非法进口农产品，必须认真的处理，对于违法者严格依法处置。三，吸引私营部门与橡胶局一起投资建设橡胶制品加工厂，用于政府机构和国内使用，包括了促进橡胶的出口。农长塔玛纳强调，相信在橡胶局管理人员的监管下，将加快寻找更多的措施，推动橡胶价格上涨，让蕉农过上好日子，提高生活质量。日本的评级公司把泰国信誉评级为 A-负，前景稳定。日本评级投资信息中心公司 RNI 将泰国的信誉评级维持在 A-负水平，并保持信誉前景处于稳定水平。在面对社会老龄化以及伴随着中等收入陷阱之下，必须要密切关注政府政策走势以及财政稳定和扩大税基情况。公共债务管理办公室发言人兼公共债务顾问金塔纳女士透露，日本的 RNI 公司于今年12月21日将泰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 A-负 水平，并将泰国的信誉前景维持在稳定水平，主要表现为一，泰国经济在私人消费和旅游业的带动下复苏，而且在外国直接投资 FDI， 特别是泰国经济基本要素的电气设备、电子设备及汽车制造业，政府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支持 EEC 主要工业发展，并加大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吸引外国投资以及创造国家中长期经济增长。至于出口，则随着全球经济状况有所放缓。二，尽管财政赤字仍高于新冠肺炎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但是该公司认为泰国政府仍然有能力根据政府财政纪律将公共债务负担控制在适当的水平，并且仍然有财政空间可用于支持财政政策的实施。三，外汇管理方面，2023年经常账户预计将恢复顺差，外汇储备保持在较高水平。四， RNI 公司感兴趣并密切关注的问题是政府维持政策的方向。由于财政稳定率下降以及税基扩大，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政府预算的负担，包括了提高增长潜力，因为泰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劳动力人口结构方面的挑战。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